有些名字叫 Ghost 论。故事就是你是驱魔师，被人家邀请来调查这间有鬼的房间，一不小心自己也被困在这里，因为被怨灵抓住了。唯一可以逃走的方法就是怨灵仪式点满蜡烛来逃脱。哦，当你准备好之后，点桌子。什么东西啊？探灵游戏哦。Operation。跟日本人做的，为什么英文感觉怪怪的？不会让你逃脱。On卡，根本没这个游戏吧？我现在查，有哎、欸，去年七月出的，我怎么没玩过啊？我差点就要说是什么 On 高高的东西，结果、啊、真的有、欸，吓了一跳。他说桌子坐哪边？开灯，灯不能开。啊？衣服？从哪边开始游戏啊？他不是说桌子吗？哦，桌子在这边啊，哦。起火了，在家里进行二氧化碳仪式，开始烧柴。哦，太快了吧！就是触犯禁忌了，我死了，不会吧？再来一次。Overlook 怨灵是什么？不要小看，还是不要看得起他、哦。如果你发现怨灵，要把护身符带上去，然后点人门口的蜡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点蜡烛，但是不要带护身符。啊，这是怨灵型的八号出口啦。有没有洗澡的女鬼啊？风。有问题才封吗？封什么啊？我在封什么啊？啊！快封！能贴一个吗？这能不能看到大奶女鬼？如果有的话，就封他。没异状就不用理了、啊。封，好啦，异状就一个嘛，一次只有一张符哎、欸，代表说异常只有一个，我过关喽。哦，正常就是没有鬼手把你抓进地狱啊，然后你就是亮第一个火。那个八个全满你就过关了，这样子。我现在懂完了哦，把你的马桶封起来。等一下哦，这个随机事件总共几种啊？不要太麻烦了，谢谢。冰箱会跳动吗？哦。真有问题啦！疯！怎么办？我逃命了！这好恐怖哦！谁家的神明灯整天开这样子啊？台湾超多的！快逃啊！耶、yeah ！你家就这样，大家很多都这样子。有没有什么大事件啊？比如说厕所水管爆掉了，那屎喷出来，吓死！马上死！
柜子本来就有开吗？没什么恐怖事件啊，不是，哎呦，封他的手手，我以为他会飞出来耶，一打开女鬼上厕所，封了他。快封！呀，这必挨的啦！哇，这款游戏怎么玩起来很清亮欸，感觉很棒欸，过关才五秒而已了，该不会一下要过关了吧？作者好像说游戏时间不知道60分钟什么的，好小吧？哦，成功封印。我只玩了大概十分钟就要破关了。被封的地方一定都有灵异啊，比如说冰箱我还没看过、欸。哎、欸，灵异灵异，作者被宰了。这游戏会不会太友好了一点？我怎么不能点？等一下，我疯了没啊？这什么手绘图吗？突然来一下，上班最后一天，看东西，他这个状态是什么电视？灯吗？书也不可能吧？是书吗？书会造成整个红色这样、喔？只有这一本可以。好歹来一个画面，我过关了、欸，没了，不会吧？可以成功出去了，没了，游戏到此结束吗？太快了吧！他不是说要玩40分钟？这边的异常其实也不多哎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剩七个没看过哎、欸，再跑一圈看看。不知道会不会重复哎、欸？
他要出口玩两小时，太厉害了吧？完蛋了，明显地方没有，在柜子里吗？哎、欸，谁的死人头？封下去。这个游戏不知道该怎么讲。哇塞！我靠！几岁啊？疯！吓一跳，突然站在那边呢。还没有任何的。事件吗？其实马桶根本不能封，所以这边应该是不会有事件。这样，这些事件都太小了吧？那出现一个女鬼，然后把你抓起来，浮在空中，对着你的脸大便。没了，冰箱死了。跟你恋爱的女鬼那个游戏，我觉得他应该要出二代，他应该要做另外一个故事这样。这是要封哪里啊？对他的人封吗？我靠！小妹妹长大了啦！疯！哎呦！这是我的游戏封面。好凶哦！我赶快滚啊！我滚不出去啊！我也想啊！好像还有，我刚刚想说镜子有怪异没看过吗？结果就马上就来了，我应该要把所有怪异都看过一遍了。准备好哦，疯！我以为他会掐我欸，不会欸。哇，这个作者可以做的再凶猛一点啊，真的真的真的没有骗你们。这个游戏我希望还有个主线故事，说你卡在房间的，你卡在一个诅咒房间，然后出不去，所以你必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。用毛巾在那边擦怪东西啊！对哦，嘿嘿，吓死！这是比较帅的轻轨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回家回家！挡身体的轻轨，非常的不入，回家了，拜拜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就是真的就是清亮的八号出口啦，我买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，它的灵异事件非常容易就辨别出来，
因为他房间很小，而且我一走过去马上就会发生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漏掉了。对，完全不会漏掉。他只有会发生跟不发生两个选择而已，他不会在那个厕所上面马桶盖上面掉了一根毛，然后跟你说这边有异常这样子。对，就像之前有很多那仿冒品嘛，八号出口，哇、哦，气死了！我先把这关掉啦，这65块还不错啦。他的事件有一些还蛮惊悚的。